天堂梗什么？哎、欸，我一笑到腰好痛，我可以休息一下吗？你太没良心了，有没有？我让繁星腰疼了，很痛啊！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不知道他们笑得好开心，我感觉很坏哎！我肚子……该呀、啊、OK 这样身体我觉得这样身体有了你还在笑要盖的像确实干嘛是我的这个地狱梗图这么经典哦结束大家可以一起查结果大家都很没良心有没有一定会耳朵怎么盖啊进入重点喽，难呢、欸。好难哦。哎、欸，是谁抽到我的题目啊？我是鬼鬼的。哎、欸，我觉得我盖的还不错哎、欸。上一集的题目要出现了，每次都要嘴。哎、欸，你有看过的，你应该可以为我上一集背书吧？八颗头哎、欸，很长很长，你很长，你有八头哎、欸。有啦有啦，这样有 feel 了。笑了。我们努力哦，但是我们要速度哦。哎、欸，如果我们盖到巷道可以以图搜图，这会不会很强啊？一直这样看哎、欸。荧幕截取，然后啊，有吧？我觉得有啊。你怎么有点
的笑了，怎么了？这么好笑啊！我要准备盖第三个人了。怎么那么多人？第三个人被整了。他还会开得很开心，他真的很开心。他盖得很开变白变怪了，蛮像的，我觉得蛮像的，可以按下去哦。哎呦，我竟然是第一个盖完的哎、欸！白变怪。是应该看得出来吧？好了，不管了，干完了。没关系、欸。巧克力经典，我跟你讲，完美呈现了。哦哟，胖一点，啊，我觉得我也盖不了更好了。他的上扬是没有这么的高，你们真的都会下地狱啊！蛮怪怪的，我觉得这样太笑了，啊，是哪里怪怪的？我自己荧幕截图看看能不能以图搜图到。好了。就只能这样。啊，可以啦。果然以图搜图还是有难度的。等一下，哎，显示 bug。可以。哎、欸，剩我吗？等我再给五分钟。五分钟。太多了吗？好，等一下哦。不是啊，盖三个人很累啊。到底是什么？
我尽力了，尽力。感觉原本就好了，越看越奇怪，好奇怪哦。好了，要按喽，按吧，按快。哇！我超过这么久。哦，是什么？哦，吓死人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完了，忘了他的对话了。但是这个很……我知道这是什么。不是那只猫吧？啊？这什么？刚才跨博。广东，跨博。这是经典梗图，可是我错了。那边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图？以图搜图，搜不出来哎、欸，我也搜不出来哎、欸。谁？好像是这一句话。哎呀呀呀呀呀！哎呦，我自己 Google 到的，我印象。什么？完了！靠，这是地狱梗图吗？完了！我看到有两种字，这个吧，这个比较多。难怪繁星说很难改，对不对？你找到了吗？对，我找不到。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梗图怎么办？完了，完了，找不到。嗯，什么？那你就随意猜一个，但也要梗图的。好，一定要找到他。啊啊靠！找到了吗？我找到了。有没有很像？还蛮像的，哈哈哈哈哈哈！你超厉害的，你干什么？收得到？以图搜图搜到？我没有以图搜图，我去找关键词。他应该找人，然后什么的吧，这样子。对，很强哎、欸，你看起来超强。你有看到他笑得很灿烂？梗图你就是笑了，有没有？笑了。有这个梗图，以前看过，可是一瞬间看到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一定要看到这张图才知道。真的。嗯。嗯。哈哈，兄弟。嗯。没事没事。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好难懂哦。又懂什么嘞？应该是吧。这么地狱的吗？吧，好像。干嘛啦？你这样子我很难。还好我后面是繁星啊，完美。不倒。这个有各种人物都有啊。但这个是最经典的。梗图很多哎、欸，到底是哪一个啊？我找到这张图。你们怎么还可以找到梗图？我找到原图了。找到原图了，都找到了，好强！你是哪一个？秋风还找不到了。这个会被封杀吧？这是有点危险哎、欸，这题其实、这个也是没看过的，就搜寻这几个字就会有了。哦，我想到词了。加油！谷歌不是有查到？有啊，可是我字打不上去。应该是这几个字，你那个字被封锁了吗？现在很怕的是要盖啊。
看到广告，我没点啊。那广告好点。好，广告来。他们有人自己说吃到广告，有时候好像也会有啦。对啊，就你没点，他也会有自动。啊，嗯啊，就这样子，不管你。秋风还没砸到。秋风加油！我随便猜了啦，我找不太到，不过应该是这个吧。我把关键字打上去哦。香麻油。又是香麻。又是香麻油。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他这个超强。嗯。怎样？我比较好奇繁星这题他下面的人那要怎么盖、欸、没有，如果你完整猜到那就是下那就是下一家的问题啊。对对啊，我就是很想知道 下一家的人要盖。说不定可以传承哦。好了，哎呦，说不定我真的猜不到。啊哈阿基什么你还知道怎么盖？这个要很难盖的很传神吗？哈！哎、欸，给他怎么盖？这个是先去搜图一下，到底盖了搜图。好地狱哦！你们好坏哦！每个都地狱梗哦，有点坏、欸，真的很坏哎、欸，没有梗图嘞。这个也有其他的、啊欸、我的可能不是梗图哦，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盖什么，所以所以他到底写什么答案。我觉得盖这个太重责大任了，这个有点坏。好，我努力。好吧，那就冷静出来吧。哦，好难盖，好难盖，真的哦。是有一点地狱。哦，那先把邻居盖住。这个梗图我也找不到，用图用名字去找都找不到。好了好了，很难。改换身。嗯。太地狱了，这个字太地狱了。你是盖小燕的吗？不是鬼鬼的。我觉得我的没有我的不是很正常吗？这个可是这个很地狱呢、欸。我都还蛮新的耶。没有我说我现在盖的是那个现在的。哦，看不出来。真的有点。你谁？我的天！好难盖，再高的话又不太好。好难盖。
感觉是完全是别人的，我的天！小 M 不用怕了，你不用 Google 了，这你绝对看得出来。我在努力的盖，嘴就不管了。这个真的不太好，不太好呈现。这样可以吗？太多了。哎呦！我放弃。好了，就这样了，不盖了。放弃了，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现在放弃就结束了。不行，这对我来说不行。不行，这样还 OK。超惨。会歪，当然会歪啊！因为这个图我找不到，收不到啊。哦，哎呦，哦，怎么哇哦，传送了，传送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我就直接按了。这什么？这是什么？哇！这是什么梗？哇！他这个我没看过。这是什么？你把它拆歪就好了，嘿。哦。
这是什么梗？这个是什么？这个不行吧？这个什么？这个这是什么梗？我哪看无？我查一看有没有类似的。不是吧？这个太……啊？哦，我懂了，我懂了，终于懂了。这是不会被封杀吗？这谁出的？这真的没问题吗？可以，你的我猜不到，但我猜类似的，好不好？这个吧，真的很危险。我觉得哈基尔是跟这个有关，对不对？有两个很危险，我觉得有一个危险的可能是我出。哇哦！哦不啊！哇哦！我看到一个很危险，找不到这个东东啊！但我觉得他在做那个事情。那个是地狱图梗啊！哦，终于有猜得到的了。猜别的。至少 Google 也是有梗图。龟，你认真。这个我的题目就是这样啊。哎、欸，谁在我后面啊？天哪！我在你后面。我的题目，你一定让你笑得出来的第一梗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梗是什么？地狱梗，学员现在流行的是地狱梗。Go go go！ 哦，我们还有一题。哎、欸，我把这个猜的跟那个一模一样好了。哎、欸，来不及了。哦哦哦哦！不行，每个都这样子都不行啊！他自己都不行啊！没有，我跟你讲，原本更不行的，我把它改好了，把它改 OK 的。原本更不行，原本不行的。这个真的是梗吗？这是什么梗啊？这是梗图哦。这个，这真的是纯梗图哎、欸，没有字的梗图哎、欸。纯图字。真的就这样啊？啊哦。这个是梗图吗？还有纯图的哦。我比较容易盖的，哇！我没看过这张哎、欸，太糟了。嗯，嗯。好吧，嗯。盖啊！我们盖哦，对啊，这一题让我们加班很久。好啦，我要盖那个，那个。啊，我
我知道我可以用一种方法。我怎么觉得我在盖什么？您太 Q 了。怎么觉得这题大家盖的好沉重啊？为了完成的梗图，大家都努力的拼搏的啦。其实盖这比较好玩。如果我只盖这样就按下去，行不行啊？啊，你想要怎样就怎样。没关系，魔王体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腐朽。我只求不要被编台，编台而已。这个不会吧？就是另一种的边，不是这种的边。哈利，你在我后面吗？不是，不是，我在你后面。哦，那还好啦。那还好啦，那还好啦。哇塞，你出了多恐怖啊！啊我要等你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已经算是有呈现了啊。秋风，等一下你要弯着头看。弯着头。那需要弯着腰吗？应该是不太需要。这比较有一点艺术感。感觉盖其他的就太多了。嗯。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我到底在干嘛？有了这个神韵出来了，可以。对啊，有神韵出来就好了。好了，特色有出来了，按下去了，不改了。啊、速度，我们也有速度的要求啊，特色出来就有速度。好啦，你讲。简单。嗯。哦，对。哎、欸。啊！不是好可爱。好可爱。哇、欸！好可爱哦。我说你要弯着头，要弯头看。啊啊！哎、啊，这什么？再怎么弯头看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梗？啊？哎、欸、啊哦，这什么？啊？好的。这是什么梗啊？什么踩地雷哦？哎、欸，不是，这踩下去真的会爆吗？哎、欸，不要炸地图哎、欸。阿基，不是这个很危险啊！还好险他没有直接引爆。你差点把地图炸了，要死我！小心哦、喔！哇，哎、欸，你这个神韵有哎、欸！什么？什么？嗯？可以。看过这梗图，可是想不起来这里。啊？嗯？猜这个如何？谁？你应该都这么黑地狱的吗？
哦，找到了。不是。好。啊，看花色应该是这个。是这个吗？这个过。是这个吗？我看一下。没错吧？努力它，搜寻这个就有啦。沙小，对啊，这沙小。啊，我忘了那个梗图的名字叫什么了。我真的查不到哎、欸。来，你就随便打了，随便打个、啊。我也没有几个图查到的。原来是这样吗？而且反正最后了，好不好？你下一棒没有要盖了，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好吧。加油加油！或者是你有没有你看那个，你就为他创造一个，嗯，好，看你觉得看到那个有没有一句话想要说什么？我真的忘记他的名字，我只能意会了，结束了，哇，神秘，什么东西？好猛啊！自己在想，是在哈佛，是在哈佛。哦，等一下，这个哦，我那时候本来想要改题目，然后来不及了，我是怕太敏感了。就是这个，这个有点。不是，我看一下这个图梗是什么？这不是最新的，最近很敏感的一个议题。然后有人把它做梗图出来，就这个东西，你讲它的话要结巴一下。对，要不能讲得太明白。我知道啊，可是这个图梗没有那两个字啊。有有啦，有真的有真的。这个哇塞，天哪！母汤啊！哇，这母汤哦，这母汤哦，这底下母汤哦。有啊，跟刚刚盖的很像。我直接把它改掉了，没有，我把它改掉了。我的天哪！没事，我盖的、超可爱。不是，这个是什么？是什么？这个这個，你查这一句会有那个小老鼠，它是整个趴到那个玻璃上。就哈基，你不是一个趴玻璃上面那个舔的吗？哦，對，那我想说就简单一点，好吧？不是，对吧？对吧？小老鼠，我真的看得到，真的有这个小老鼠。有啊，我就搜寻老鼠，我就搜寻老鼠舔荧幕啊，就有了。它是原版的，好可爱哦，都有，好可爱哦，韩星的，可怜啊！哎，为什么我收到的都是这种的？为什么旁边一堆？为什么？哇！没有啊，打啊！可怜啊，这有啊，打可怜啊。